不要到手刹车的方法上坡起步，一样哈，继续放开加油，踩离合器，踩刹车，好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脚刹车不能放掉，脚刹车放掉，我们车子就下滑了，啊，所以我们要先放离合器，那也是一样，我们要注意听声音，啊，听声音还有感觉，好，这是我们慢慢放离合器。好，变声音了，车身有点震动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两脚刹离合器不要再放了，放刹车。好，它间隔不动了，要稍微加点油，再放一点离合器。好，再加一点油，放一点离合器就上来了。这个就是不用拉手刹车的方法。好，一样换到档，放离合器。我们上坡起步了，有两个方式，一个是考试用的要拉手刹车，另外一个就是不用拉手刹车的，外面一般在开的方法。